谢谢主席，我们请徐次长。请徐次长。次长好。喂，你好。辛苦了。那个敦睦舰队这一次啊，成为防疫的缺口啊。那么其实舰队上面的基层官兵啊，他也是受害者。我要请问啊，敦睦舰队这一次去帛琉，是不是外交部坚持他们一定要去的？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还是我们跟国防部之间的一个协商的结果。今天在媒体上面说是外交部的坚持，所以敦睦舰队才去，是这样吗？本报这是敦睦舰队行之有年的，然后每年都是由外交部跟国防部海军，所以外交部没有坚持。委员您所提的坚持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每年例行性的一个工作项目，我知道，但是坚持在这个疫情状况下要出发是外交部的坚持吗？没有这个情况。今天媒体上说是外交部的坚持哈，你们是不是要对外澄清？国防部已经说明说绝无外交部施压的这个情况。这基本上哈，这件事情哦，我们也在总统府待过，没有经过这个军谈，没有经过这个国际小组会议，怎么会最后决定呢？所以这一件事情，老实说，国安高层是怎么判断的？外交部知情吗？我个人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您的问题。这会不会是陈峰的决定呢？报告委员，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好，次长，您对南太啊的邦交啊非常用心，我们也知道您不次多次前往。这一次啊，非要去帛琉啊，背后我们跟帛琉的邦交有没有状况？没有。完全没有状况，不是说完全没有状况了哈。中国攻我们的邦交国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帛琉的我们防守的情况还是 OK 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前往敦睦舰队前往帛琉，跟我们跟帛琉的邦交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影响。报告委员，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好，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一次啊，我们在这个口罩的各种援助啊，那往各个国家去哦，我想请问我们总共捐了多少国家？多少国家？我一下说不出来。哎，下一张。那基本上啊，他们都是感谢的，对不对？大部分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哈，下一张哈，德国啊，为什么德国的政府的发言人啊，他们接受我们的口罩捐赠，可是他感谢台湾这句话却始终说不出口呢？我们请吴助师回答。嗨，报告委员哦，其实我们做的是人道的捐助外交，其实我们目的是希望提供各国的医护人员他们更多的协助，所以我们能够帮上忙最重要，我们并不是需要各国的感谢，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跟欧盟部分做协商的。驻德国的代表是怎么说的呢？谢代表是怎么说的呢？你们有没有问过他？我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人道援助的初衷。所以你们没有问过谢代表，各界是对我们这个非常肯定的，人民也各方面也都非常的支持。你有没有跟谢代表这边联系过？我们一直都有在。包括我不负责欧洲的业务，所以我没有跟谢代表联络。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哈。谢代表怎么说？他说哈，德国政府不代表德国。那台湾政府代不代表台湾呢？他的意思是说，德国不等于德国政府，就是德国除了德国政府以外，还有别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样，不是说德国政府不代表德国。所以今天德国政府所在表示不能够代表德国吗？我想其实德国驻台的机构他们在第一时间而且不止一次其实都已经代表德国政府对我们的义举表示感谢了。好，我必须要说哈，这一次哦，我们在德国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哈，谢代表这边哦，到底他哦这个表现哦是不是得当啊，我必须要这边哦，你看哦，基本上我们来看下一张哈，在这一个哈，再下一张，今天哦谢代表啊，在这个有关于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发言人这件事情上啊，一再啊对外的发言呢、啊。那我想请问啊，他今天啊在这上面啊，你可以看到啊，他有很多的发言啊。那基本上啊，我想请问哈、啊，德国谢代表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对德国的这边的沟通跟联系，外交部这边满不满意？
告委员，其实我们不希望就是这个案子有所失焦。其实我们做捐赠德国，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口罩，完全是出于国际人道援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台湾能够帮忙的一个协助。其他各个国家其实都感谢台湾，就德国说不出来。其实我们各国的代表啊，其实跟各国其实关系都很好，但是德国的代表却经常啊指三道四啊。我们再看下一张，你可以看到啊，德国代表不止对德国啊发言，他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秘书长啊也发言，这是他两个时间点的不同的这个脸书的贴文啊。我想请问这个次长，谢代表这样子的发言适不适当？你愿意念一下吗？我都念不出来。那个号外之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个人粉丝页了哈。身为驻外代表，个人粉丝也有这样子的文字，外交部认为适不适当？这我们回去来思考检讨一下。事实上，你说要检讨哈，也就是代表这个事情不适当。这个文字哦，连我都念不出来。我们身为国家的外交官、驻外的代表，用这样子的文字在形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重要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哦，基本上哈是很有问题的哈。那另外我再提一个点哈，次长你身上有没有名片？你有没有带你的名片？现在有。有，借我一张好不好？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出来没有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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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我想请问啊，我们的名片啊，有没有什么规定的格式？谢代表名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委员报告，我没有拿过谢代表名片。我们再放下一张，左边这一张就是谢代表的名片啊，右边这一张其实是我们一般的外交部官员的名片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上面写了台湾，另一张上面写什么？右边的写了外交 Republic of China, 外交部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哪一个格式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我的名片也是左边的这张还是右边的这一张？部里面帮我印的，所以是左边这张还是右边这张？应该是比较像左边这右边这一张吧。比较像右边这一张啊。事实上啊，谢代表这一张啊，特意独行了。如果这样子是正确的啊，那你就颁布所有外交官都这样用；如果这样子不正确，那你是不是要对谢代表这边要求他做调整呢？今天国家的外交官、驻外的代表都必须要一致啊。所以啊，我让你看看我的名片好不好？这是我的英文的名片，特殊在哪里？我在上面还印了国旗，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好，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今天到底谢代表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上，不管是跟德国政府之间的往来，不管是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的发言，不管是他个人的名片上面的一些状况，事实上都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好，所以我必须请外交部检讨这谢代表到底是不是适任啊，是不是要反国来述职，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好不好？谢委员，好，谢谢。